смысл?我的时间，不是我的时间，如果正经来填，他们绝对扛不起。对，反正我之前上瘾就是这样留的，我没差。你去啥会啦？嗯？盖什么啦？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就是。不像我有自己的做法，那、啊、他们要我配合他，那也配合我。那我时间就是这样，反正我没有加班费。然后院长相对你来讲就是会比较配合。对，没有啊，那个业务讲说啊，业绩不好什么的，可以，那你一两天帮我，他就不要。对吧？我也没拿到业绩。我都很直接讲，他问你业绩，一定有，你一定有啦，只是你要你新人那个还没过是没？你会有啦，你也会领到啦。十一月有发一季，每一季的，就是三节的过程你都领到，三节的过程，三节的开源你都领到，你可以自己去收账，就会跟他说。get the